进来。大王浴巾。待会儿，我想再多泡两会。进来。大王，怎么了？苏打绿的门票。哎，对啊，不是叫你们去买苏打绿门票，怎么样啦？这个时间好像过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时间会过呢？他为什么没有用简讯通知我？通知你，人家之前就通知过你啦。苏打绿做的还不够好吗？可是他买票做一下子而已。对啊，一下子不管，好几小时你不够买吗？怎么会搞成这样呢？买个门票也不会。苏打绿可是在网络上三番两次提醒你们，你们还忘记，是真的是该死啊！小的罪该万死，请问大王该怎么办呢？幸好大王我呢有时间倒流机，按一下，我们回到两天前。好，今天是1月4号，我们是要跟大王禀告一下，好像有对不对？大王，洗澡真舒服，怎么了？是大王，没事，偶尔洗个澡而已啊，是偶尔，对吗？是大王，那个苏打绿的门票，您吩咐我们那个啊，这也买票了，4号了，对。那这个，你注册了没？我忘记了，都加开了，都是1月2号之前要注册，对啊。幸好我昨天已经问过苏打绿了，他说有太多像你们这样的迷糊蛋，今天1月4号特别开放你们再继续注册哦。所以今天你们今天没有注册你就死定了。一月四号要去注册，是大王。那个买票的这个买票，他不是之前有传简讯告诉你几点吗？对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就按照那个时间去，不要忘记了，知道？是，今天赶快注册好不好？今天注册，1月6号买票。什么1月6号？明天是1月5号。1月5号买票。五号，1月5号。所以赶快去买票。是。哇，洗得好舒服啊！他们已经去买票了，这样我3月就可以看苏打绿小巨蛋演出哦。各位观众，为了避免3月看不到苏打绿小巨蛋的遗憾，现在一定要按时去买票哦。